58岁甄子丹罕见化浓妆，梳背头，皮肤白略显油，嘟嘴亲吻老婆秀恩爱。近日，汪诗诗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晒出老公甄子丹亲吻她脸颊的照片，并配文：我的男人回来了。看来甄子丹已经结束了拍戏工作，回家与妻子汪诗诗团聚。已经58岁的甄子丹对待自己的皮肤保养一直十分上心，早前在她晒出的素颜锻炼照片中就可以看到，她的皮肤白净如雪，十分光滑，一点都不像是快要60岁的人。根据背景和甄子丹夫妻二人所穿服饰推测，拍摄地点是在一个宴会上，而不久前汪诗诗就晒出过在表亲家喜宴上的照片。据悉，甄子丹此前一直在国外拍戏，就连自己的58岁生日也是在剧组中度过的，这次与妻子久别重逢，相信内心一定十分喜悦。甄子丹作为全球知名的功夫巨星，代表作无数，如今家庭美满，事业有成，膝下儿女双全，不可谓不是人生赢家。